世界卫生组织27号晚间发布了最新的武汉肺炎疫情报告，认为由于中国疫情风险非常高，世卫可能再开会来讨论是否宣告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。另外，在报告中的风险评估将中国列为极高风险，而中国以外的区域以及国际目前则是列为高风险。好，再来看到是武汉肺炎牵动美国华人的心，罗审中华会馆特别联合了多个侨团，共同筹得了31,200美元善款，要用于购买物资支援武汉。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说，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国内的同胞啊。为他们出一份力，我们在远远的美国都心理上都支持他，所以这次开这个招待会就是可以筹得一笔钱，可以买那些物资送到尽快送到国内去。然后服务中心呢是一直来都是服务的华人，然后也有这个医疗的服务，所以呢我们对于医疗的所有的这个供应这个器材啊，这个面mask 啊，手套啊，这个我们都可以拿得到啊，所以呢我们就配合这个中华会馆跟全侨来做这个筹款捐款的活动，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模具买回来。罗审中华会馆主席廖美华表示，武汉肺炎疫情严重，需要大众的行动支持，中华会馆理应起带领作用，组织落成华人们献出自己的爱心，帮助祖国渡过难关。观众想捐款或了解更多详情，欢迎联系华埠商务中心或上官网查询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